李总长，请测一下体温。你的口罩都这样了，为什么不换一个新的？现在药房买不到了，外面口罩又太贵了。先用这个吧。谢谢李总。公司采购的那批口罩都发完了吗？为什么保安没有？口罩没那么多了，就没有发给他们了。再说了，保安也不能那么多了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是人，保安不是人吗？他们的工作风险性更高，你马上去采购一批发下去，给到每一个人。就因为你，我挨了老板的骂。我告诉你，一个口罩50块，一共500块，从你工资里面扣。李总，慢走。公司新放的口罩你怎么没有换上呀？这个还是还给你吧，这口罩太贵了，用不起。什么用不起？公司发的，不用你花钱。可是您助理说这口罩50块钱一个，500块钱一包啊。什么？喂，你明天不用来了，你明天立刻马上从我公司滚蛋。你有幸福吗？明天来当我的助理吧。